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就跳下来跟我拼了。变大了就了不起了呀，变大了就为所欲为了吗？天真天真。哇，你这个家伙有点过分了，我跟你说。中路炸了呀。
拆不拆？留不留？我去前面看看路。哇，飞影飘零，你放过我吧！你这样是不对的，我跟你说。飞影飘零，你就放过我吧。队友全炸了，这边中下也全是劣势。有情况，刷脸！刚突然间恶心，然后我那个，我明明按了这个麦克风的，结果恶心完了之后。我我才发现没有关，sorry，我有咽喉炎，然后会偶尔的这个突然间吃饭一下，我有咽喉炎，然后就会突然犯一下这样子，然后我刚刚明明按了一下这个麦克风啊，然后。算了，总之我不是故意的，啊，非常不好意思，哎，别这样，哇，总之我不是故意的，不好意思。这很尴尬啊，明明刚刚是按了一下那个麦克风的那个键的，怎么就没按下去了。总之非常抱歉，真的非常抱歉啊，这个。啊，我应该再待会儿的。出来太快了。是啊，我没有想到他这个直接闪现，然后跳过来，在这个，我没想到他这么恨我。也许我当时在这里隐身比较好。
趁机。本来这个闪应该不用交钱，我操！什么鬼啊这一局？下路炸成这个鸟样！妈到现在才五级，六级都没到，天哪，过分了吧，真的。切，变大就了不起啦。
战绩不错啊，这一局。我当时没想到我战绩这么好。小龙什么的不敢拿的，要迅速。出什么状呢？
晋级。对面螳螂这一局发还挺差的。上啊，怎么还不上啊？太多，怎么可能打得过我吗？他现在。可以啊，全可以解释吗？解释吗？他还打不过我啊，我装备比他好。
算了，还是一起吧。这个时候还是不要搞什么事情才好。怎么样？这局不错吧？表现。